咱在佛法中爱好好呢修持佛所教法，佛法，和咱在日常生活中，不管是心、戒，或者是呢信修奉行。我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什么全部不认识，我就找一个位置比较角落的地方坐下来。坐下来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上早课啊，也从来没有接触这些，就是这样，就觉得很好奇啊，就来听上人说，哎，他就讲台语，因为我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那我就觉得说很好奇耶。然后第二天，然后天天我就来跟着他们做，哎，做久了觉得好像有一点意思哦，有点听得懂上人在说什么，而且上人那么用心在教导我们弟子，那我们更要精进。心爱清心性改，心呢爱信修奉行，这些为松。所以我们自己要主持法，自己呢身体力行，这样呢才可以成为一个典范为师啦，就是人间模范为师，模范师啦，这要有法有形态来教育他。我们不是用求来的，不是用拜来的，是要自己去做，要实际去付出，自己去做，不是要自己去做来的了。我们也应该要走入人群。但除了自己说，传法给别人听，有别人在说，我们要看人去听法，这种随缘啊，欢喜看人，这隆重呢就是功德。因为上人这样辛苦来啊，为我们说法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把年纪了啦，你还不来学，你要等到几时哦？有时看书不懂，我也查字典，新法相也是，我想要知道那个怎样读，那什么意思？所以给大家人去听，听了后呢，真相信佛的教法是对人间呐的迄种的福祸。人人接受了后，这个烦恼去除，欢喜入心，这叫做福，福报。真正，家己内心用功，外面的传法，这叫做功德。哦，我跟他们说，是我们的福啊，就是做来的，不是求来的。在这边开个红包店，也方便邻居，也可以净化我们的地方咯，不要让多垃圾啊满地丢咯。其实哈，去做环保哈，是一种轻松快乐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去那边哈，完全没有烦恼，也没什么，就很快乐，就去做分流。去那边真的很快乐，就像我几乎每天会去的。我是一个根基很小的人，所以要很精进的去学习。法的资粮啊，咱一定呢好好奉修一摆，这就是听法。教法修入咱的内心，那未应用啊，才有法度
来面对教法团和大家。世间这片的大土地呢，咱好好来经营，散播着爱的精神，甲佛法呢，慧命甲延续落去，这就是咱的使命啊！